来宁静现实机场，一头金色短发，妆容精致的她插头前行，眼神气场十足，身穿灰色蟒夹，内搭白色打底，酷帅范儿十足。这次现实机场街拍，宁静身穿这件灰色棉质马甲，搭配同色裤子，其中灰色银色饱和度适中，百搭不挑人，能够很好的衬托出宁静脸部肤色的白皙，在视觉上能够起到一定的显白效果。整件穿搭简单长，能够很好的修饰宁静的身材，裤型宽松舒适，自然修身，能够很好的修饰宁静的腿型，整体看起来干练又不失优雅。宁静大部分的发型都是以短发为主，而且短发也比长发更适合她，因为她的性格本身比较豪爽，所以配上干练的短发也会更符合她的风格。在穿搭上面，短发干净利落，搭配衣服也能够给人一种清新减龄的效果。你喜欢这样的宁静吗？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